唐局长，唐局长，别拦住！司令，必须见顾司令。司令，重要任务。司令，我实在拦不住他。王涵，你怎么每次都这么火急火燎的？说，什么事儿？关长官，唐文尊把我的军火抢走了，这事儿你得管管。哦，有这种事儿？千真万确。这个事儿，光听你一面之词。 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等我调查清楚了再回复你。不行，你必须现在就给我解决。好，说等弄清楚了再说，就等弄清楚了再说。你再有什么意见，就是违抗军令。美玲啊，嗯，今儿我高兴来。 送你枚戒指，好不好看？<笑>好看。司令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你不知道，今天呐，终于让方哈出血了，也算是出了我一口恶气。哈<笑>，回天一，有，马上去联系买主，把这批军火卖他。司令。 倒卖军火，这是大罪呀、啊！这纸里包不住火，万一……万一什么呀？咱这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当点小买卖，至于吗？去吧。是。<笑>哎呀，嗯，美玲啊，哎，美玲，啊，看看，看看我像不像委员长？像。 你比委员长还像委员长。这个古维军和唐文尊，两个都是老奸巨猾。依我看，他们两个串通一气，那也说不定呢。我觉着呀，咱不如啊，直接找唐文尊藏军火的地点，把东西偷出来算了。正好苗正军在二十三军，可以做咱们的内应。就这么定了，我去了啊，回来。 大哥，你不是能吃哑巴亏的人，咱不偷，咱还能怎么办呀？即使我方孩真的吃了哑巴亏，我也不能连累苗正军。主公说的对哦，这个军火，他肯定是要弄回来的。但是现在而今眼目下，那个唐文尊他必定还是我们的上司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啊，不能选择太极端喽。说的对啊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蛮干。 得想个万全之策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找唐文尊，跟他谈谈条件，看看军火能不能弄回来。马通啊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嗯，哎，主公，干什么？我不跟你一起去啊。哎，你会哭吗？俗话说得好，狼儿有泪不轻弹。我跟了你这么久。 你好久看到我哭过啊！我不在家待着吧？哦。哭出来。我说你带那东西带来了吗？带了。不是，大哥，这能行吗？这个。 方军长，喝口水吧。不渴。麻烦谢谢。
长兄啊，现在我88斤，一点军火都没有，没有军火就不能打仗，不能打仗怎么报效国家呀？哎呀，堂兄啊，看在曾经咱们一起共过事的份上，你就把军火还给我，好不好？上来吧，回头我再送你一个啊。哎呀，方哈啊，送你军火不难，不过我得有个条件。那啥，我一定洗耳恭听。耳朵就不用洗了，支棱起来听吧。好吧，特别简单，掏钱买。方孩啊，其实你非常清楚，现在的军火生意非常好做。我记得上一回你跟新四军做过一回，好像没成是吧？还害得我损失了不少银两和弟兄，这事你还记得吧？这样吧，你呢先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，但是万一要是有人在你之前出高价，恐怕你要回军火的机会可就没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说我用我自己的钱买回自己的军火？这鞋谁的？啊，您呢？这军装谁的？您呢？这枪是谁的？当然是你的。错！这些都是蒋委员长。作为一个军人，我们从头到脚都是蒋委员长，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命也是蒋委员长的。方孩啊，你不是想要回你的军火吗？跟蒋委员长要紧，跟我要不着。唐文珠，放肆！马总，咱不能跟人急啊。没想跟你见面。小样，跟我来这套啊？流两滴鳄鱼的眼泪，那鳄鱼的眼泪是挤出来的。你看你，发了多少发酵水？个老子，唐文尊这个鬼儿子，气死老子了！这明明是我的军火，却让我拿钱给买回来。真是卑鄙，就是无耻，对头，下流，千刀万剐，下贱，打死他贵人，缺德带冒烟。大哥，你干事就是太不利落了，你把他当人，他把你当人了吗？啊，早知道这样，你让我把军火偷回来不就完了吗？行了，现在什么都不重要，没有军火就不能打仗，最重要的是我赶紧弄点钱把军火买回来。大哥，你脑子让驴踢了啊！你有那钱的话，你给我，我给你掏回来不就完了吗？你刚才说我让谁踢了？驴，老子让你踢了，结果你是驴。喂。
老广，你就帮帮忙，先给我调一批武器过来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的人手上没有枪，他连头牛都看不住啊。哎，老谷啊，这事儿啊就拜托你了啊。喂，喂喂，报告司令，您这军火调到没有？调了一肚子气，这个年月，个个拥枪自重。你想找他要颗子弹都难。司令，你也别着急，我现在刚刚打听到一个大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唐文尊把方海的军火搜刮去了，现在正在找买家。方海的军火？对，方海现在可以说是手无寸铁，咱们现在赶快把他的军火买回来，回头就打那个一石即乱。用方海的枪打死方海儿，好，好，真是太好了。唐司令，有日子不见呀。快奇啊，你过去一直给日本人做事，我们俩是敌人。现在你回到南京政府军，我们俩算是半个敌人吧。唐司令，只要有钱挣，还分什么你我呀？我喜欢做买卖，一言为定。请。行了，我给你们抢。哎，什么？司令，司令，抢了。出去。是是。怎么了？这样啊，这个军火卖给我吧，我想明白，开个价。方军长，你想明白了？对，我也想明白了。这批军火呀，不能卖。嗯，我把这批军火送给齐大部队了。我说唐文珠，你在这之前说的话是放屁是不是？你哎呀，是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把军火给齐大部队同样也是抗日嘛，其实这个作用跟功能是一样的。方军长，请你放平心态，认真对待这件事情。你这是故意？对啊，我是故意的呀。你看看啊，你说你把军火给买回去，你怀恨在心，哪天你把枪口再对准我，那我多危险呢。所以说呀，为了避免咱俩兄弟阋墙，还是把军火给其他部队，这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唐文珠啊，我不管你什么砌墙盖房子啊，这批军火我买定了。宋克，哎，大哥，咱不跟他生气。放肆！马童，咱不跟他急，你记住啊，唐文珠，咱俩的日子长着呢。走。摔了我一个杯子。方哈，全进你账上了。我打听到了，我打听到了。哎呀，你说了再活嘛。我打听到了，唐文尊啊，真的把那批军火给转卖了，而且已经达成协议了，今天晚上在城北的野树林交易。唐文尊，你个老鬼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方哈不义了。马童啊，你说的啥子？想知道吗？想晓得。欲知后事如何？哎，哎，还
运的是军火，又不是萝卜白菜，路上不得小心点儿。行了，看见没有？两箱子白花花的现大洋，验货不？来，拿来，看见了吧？跟我验货去吧。 好大的胆子，贩卖军火！同志们，抓起来！对，是。哎，那个枪，那个枪。对。 让那公子给跑了，郭副官，这次你是人赃俱获了。弟兄们，把所有东西装上车，全部押回司令部。是。哎。 怎么还不来啊？不着急，这话。哎，等一下人来了，你要喊我爹哦。 爹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！你他娘的占老子便宜是不是？哪够占你便宜？之前说好了的噻！什么说好了？这回你管我叫爹！哪有你那个爱的爹哟？我当爹怎么的？你当爹啷个？这回你就管我叫爹！人来了，人来了啊！人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人来了！你等，当哥，一路走好啊！来了，来了。 哎呀，儿子不孝啊！爹都不喊了，再不喊就穿帮了。呀，一路走好，儿子来送你来了。大哥，儿子来送你来了。呀，一路走好。干什么呢？你该挡了谁的路？给我滚一边去！哎，前面打架了，走走走走，下山了都。 娘，我娘生前交代过，要求我在这个时辰，这个路口喝九九八十一个响头，才能离开。娘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大哥，儿子好孝顺哦，磕头送你来了，送你来了。来人！哎，老天！这事儿啊，咱就甭管了，知道吗？谁没个难事儿，是不是？娘，儿子给你磕头了。哎，大哥，来人！兄弟们。
快走，咱们俩准备！你别干啥子，干啥子？你不可以再这样子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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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出殡呢，人家这也不容易。再说了，咱俩一司机跟人吵吵，是不是？放开！放开！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我来杀你！放开！让开！这混蛋！让开！娘，舅舅把这一个头磕完了。我呢？磕完了。哎呀，谢谢长官，没有耽搁时间。你太荒唐了！爹，我娘在下个路口等着我给磕头呢。那我们赶快走啊！哎呀，走啊！一路走好！一路走好啊！报告司令长官，这么晚叫我过来，是有紧急任务吗？唐文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让你的副官去贩卖军火！你知道是多大的罪吗？国难当头，你竟敢发国难财！报告长官，为之冤枉！我派郭天一是执行军务，不是去卖军火。报告司令，赃物已被我缴获，我们现在可以验证赃物。抬上来。是。这长官，我冤枉！我说的嘛。报告长官，我自己的军火都不够用，怎么能拿去卖呀？你都看见了吧？我这是用我部队多余的柴火卖出去，凑军饷的。卖柴火？是，人家是傻子，花这么多钱买柴火啊？郭天一，说，对方为什么出这么多钱来买柴火？你是不是在骗人家呀？啊！司令，我错了，是我一时起了贪念，我想发笔横财，我就骗对方说这柴火是用长白山千年古木做的，点燃之后啊，永不熄灭，所以人家才愿意花大价钱来买。哈哈哈哈！郭天一，你再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，这柴火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柴火点着之后啊，永远都不会熄灭。报告长官，你把他毙了吧，他说的话我都不信。那这些银元怎么办？啊，我觉得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多银元的人，肯定非等闲之辈啊！这个钱应该先扣在谷长官您这里，然后慢慢的去调查这钱的来源。有道理，就先扣在我这儿吧。抬下去。文尊，到。我今天卖你一个面子，把你的人给放了。下次如果再这样，就没有那么简单了，知道吗？报告长官，下次他再敢高价卖柴火，没等出门我就把他毙了。文尊，方哈尔好歹带着八十八军，你把他的军火拉走了，这事儿我知道，也调查了。要我看，你还是把军火还给方哈尔。今天的事儿到此为止，谁都不追究。报告长官，问题是，我把那些武器已经下放到其他部队了。是吗？是
啊，那这样的话，请唐司令把这个军火被征用的书面手续拿出来看看，尤其是让谷长官看一看，就别总让谷长官为我八十八军的军火的事操心了。怎么，还让我派人去你家取一趟？报告长官，我只是口头答应征用武器的事，手续还没办下来呢。哎呀，唐司令，大方、慷慨、讲义气，这没有手续你都敢把军火发放下去？你怎么不按着规章办事？报告长官，我说实话，武器现在还在我的仓库里，还没转移呢。老唐啊，那我就帮你转移一下。那就有劳方军长。恭喜啊！我已经把包上的军火拿回来了，还让唐文尊送了一些。也只有咱大哥才能享受这样的高招啊。吴长官，我已经掌握了唐文尊准备贩卖军火的确切消息。这个唐文尊胆子越来越肥了，我这就下令惩治他。哎，这样不错。唐文尊老奸巨猾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如果您贸然下令，恐怕抓不到真凭实据，搞不好还让他狡兔三窟。你有什么想法？这么做有些不妥，但这是惩治唐文尊最好的办法。对呀，到时候军火归我，钱财归您。充公，大哥这招用得痛快，让唐文珠这秃驴也知道知道咱们八十八军的厉害，看他以后还敢跟咱们耍什么花招。报告长官，所有军火装装完毕。出发。是，马上。两万大洋，你连方哈儿的一个弹壳都没买来啊？两万大洋就这么打水漂了？司令，真的没有想到五维军的人会突然杀出来，要不然咱这桩买卖是十拿九稳。都怪他方孩儿，你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两万大洋你赔。司令，我就是给你做八辈子奴才，我也赔不起呀。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司令，您的心情我理解，您别生气。虽然咱们花了两万块大洋，也不算是什么都没得到。你两手空空回来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你这边值两万大洋吗？司令，小的命贱，不值两万块钱。但是司令，您仔细想想，唐文尊这次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肯定对方孩儿是恨之入骨。咱们得到的，就是二十三军与八十八军之间的仇恨加剧。古人有句话，叫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。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看唐文尊是怎么收着方孩儿的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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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心疼啊，哎呀，我的一万大头啊，哎呀，我的军火呀。司令别难受了啊，那再多的袁大头也没有司令的健康重要啊！你赶紧好起来，那袁大头啊，早晚会回来的。啊，说的那么容易，说回来就能回来呀、啊？方哈，你这个亏儿子呀！哎呀，我就不相信你这个唐僧
每次都能逢凶化吉。你等着，一旦我抓住你把柄，我让你不得好死啊！哎呀，司令，你说你那么大的人物，你就为这点钱，至于吗？说什么？还没那点钱？你以为挣钱那么容易啊？啊！行了，这月零花钱没了。哎呀！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！我的冤大头啊！太好了，大哥，唐文尊这回得让咱们给气死。早就该死他，听评书要吓死，吃饭撑死他，骑马摔死，被他那八姨太给气死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要再提唐文尊那个龟儿子。这次我们跟小鬼子交战，要是没有新四军支援，咱们这仗不一定能打胜啊。你说这新四军真有一套啊，每次跟小鬼子交战都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的，让我方哈儿佩服啊。方哥，你与其佩服，咱们不如学一学这个。这本《论持久战》啊，是新四军的必胜法宝。如果我们多花些时间去学习，这假以时日啊，我们八十八军也不会比他们差的。《论持久战》，像我这文化呀，都知道，不认字儿。这个看这书这看不了，但是学。必须得学啊，老钱呐、啊！哎，在，你说，咱们要想学的话，这第一步应该学什么呢？启禀主公，古时交战必先竖旗击鼓，而后高喊口号。卑职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一个自己的口号。口号。大家都想想啊，杀杀杀！哎呀，你这个杀这意思吗？把人的魂都喝罗了。你这个太粗鲁，要不得呀、啊。大哥，我有，先拿个大的，先。你说你个大怎么了？吃你家饭了？你个也不大呀。我们的口号啊，就是我们的目的。嗯，你说说。弄死小鬼子！打死你这个！行了行了，我们八十八军自从出川以来，可以说是英勇顽强、坚挺奋进。我要的是口号，别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给我胡来，好好想想。要的是精神，英勇，英勇。哎，方叔叔，你觉得英勇挺进怎么样？英勇挺进，啊，听着是好听点啊，有点意思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好，就是他了啊，英勇挺进，那好。大哥都说好，关键时刻呀、啊。还得看我们星如妹妹，是吧？原来大伙都在这儿呢，难怪外面那么冷清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，方军长，告辞。嘿，周副军长。别走别走别走啊，是这样，我跟弟兄们呢、研究了一下什么呢，就是咱们部队啊想弄个口号啊，振奋一下精神。这个跟你比啊，我这肚子里的墨水可没你多啊。要不你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参谋参谋啊，来来。坐坐坐坐，周副军长。都说周副军长有文化，正好周副军长来了，给我们大家讲两句吧。
来来，就是吧，就是啊，干来干来。刚才呢，星主说了啊，四个字，我觉得很好啊，你给参谋参谋，英勇挺进。哎，你觉得这四个字怎么样？英勇挺进。英挺怎么样？英挺，哎呀，看见没？这有学问的人呐，跟咱这没学问的人呢，就是不一样。简单明了，一说你就明白。行，就这么定，英挺啊，英挺。鬼队长，赶紧派人安排啊，把这个臂章给做出来啊。大哥，我也不会写字。那谁，青竹啊，哎，你跟滚地龙，你俩一块儿去办这个事儿啊。好。大哥，硬挺，那别人打咱们，咱们也在这硬挺。我感觉没有我那个现场大哥的好。赶紧去吧。大哥，你三思啊。骑兵。既然我们现在自己的口号是有，接下来应该制定一下那个规章制度了。嗯，方军长的学习态度不是一般的认真啊。老田啊，嗯，你再跟我说说，新四军那边定的一些规章制度，还有什么比较不错的？哎，我好像听说他们有那个三大纪律。六项主义，好，好啊，这个我们也要学，多弄点纪律和注意啊。就是告诉你们，以后都多注意点啊。大家一起跟我练啊！坚决抗日，不当老总。坚决抗日，不当老总。服从长官意志。服从长官意志。不拿人民的东西。不拿人民的东西。稳固国军团体。稳固国军团体。哎，都给我好好练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来，大家再跟我来一遍啊！坚决抗日，不当老总。坚决抗日，不当老总。服从长官意志。服从长官意志。不拿人民的东西。不拿人民的东西。稳固国军团体。稳固国军团体。弟兄们，听你啊，唧唧歪歪的有什么用啊？上战场那就是要杀鬼子。你说的再多，那鬼子能听明白吗？就算咱们有枪，也不一定能赢。我问问你们啊，子弹打光了怎么办？鬼子的刺刀可不是吃素的。问你们话呢，没了子弹怎么办呀？师傅，谁要是敢跑，老子一个毙了他！谁说的？他说的。鬼儿子。兄弟们，现在我就给你们演示演示，子弹打光了以后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要靠我们这双拳头跟鬼子白刃战。你，来吧。呀！呀！呀！是他啊！呀！这要是鬼子的刺刀，你就死了。跑，往哪儿跑？Thank you.
你还有你，你们两个也要逃跑吧？回来。行啊，穷点站。行，他。就你们这样，怎么打鬼了？